头里有点不舒服，头里有点不舒服，现在我看到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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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地方，有一团，像云，一团，一个圆圈样的东西，一圈，一个圆圈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推出的影子啊，正在离开地球啊，在其他那个，星球附近穿过去啊，离其他星球，比较近，就像那个飞机啊，哪个距离到哪，哪个路段到哪个路段是有一个频率来负责，有一个塔来负责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另外一个频率的那个塔台了啊，相当于现在同我们这里，没有关系了啊，影响不大了啊，但我眼睛还是看得见，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一直关注着他啊，所以他们也关注到我，这个对别人来讲已经没关系了，但对我这边还是有关系的，还得关注到他们啊，还得关注到他们，说不定他们将来还有什么有兴趣要同我交流的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会密切的关注到你们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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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